啊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位置在高雄都会公园哈，我的后面是高雄监理站哈，那我的前面那边有一个石碑哈，那个很像是长颈鹿，很漂亮啊哈，那这边两边的树所造成的一个弧形哈，这个很像森林公园，这个公园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边有一些人，我想分一首的人客要求啦，哈，人客要求。过去我们有在这边办过活动啊，啊。人客邀请吹奏完毕，谢谢。